郑爽新戏路透照，身材依然女神，离场时保镖一路跟随。有的明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令旁边的人黯然失色，而她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这样的明星不仅需要性格好，颜值也高，最重要的是人品令人敬佩。显然郑爽就具备这样的条件，而且无论她走到哪里，只要有粉丝见到她，都恨不得和她合影留念，这就是郑爽的人格魅力。近日有相关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郑爽的偶遇照片。据悉郑爽正在拍摄新戏《青春痘》，从路透照中可以看出来，郑爽穿着一身休闲装，短发飘逸，戴着黑色墨镜，要多美有多美，而且从身材上来看依然很有女神范，特别是站在那里的时候简直就是人们眼中的焦点。而且郑爽走起路来的样子很是自然，颇有雷厉风行的感觉。当郑爽离场时，身后的保镖也是一路跟随，举着黑色的遮阳伞防止郑爽被晒伤，可见当时的温度还是比较炎热的。虽然郑爽平时看起来很是平易近人，但是从路透照中来看，郑爽在拍戏时态度还是很严谨的，没有任何嬉皮笑脸的行为，让人一看就感觉郑爽在演戏方面特别专业。其实郑爽一路走来也是很不容易，不仅在感情上一直不算太稳定，而且在演艺的道路上也是磕磕绊绊，没有特别顺风顺水。不过一路走来，现在的郑爽早已今非昔比了。至于这次拍摄的《青春痘》，据悉该片的导演是赵宝刚，曾指导过《婚姻保卫战》《深海利剑》等多部优秀题材，而郑爽在《青春痘》中担任女主角，相信凭借着郑爽的演技，一定能让观众们再次对她刮目相看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成名与否，除了要有演技和颜值以外，还需要有一个新的台阶，令人再次登高。无论郑爽的演技也好，